爱吃甜的男生啊，疼老婆，舔老婆，舔老婆，口误，口误，疼老婆。有人说不小心把保温瓶看成紧身裤子。哎、欸，真的蛮像的。说你看起来在成大哎，笑哦。但大多少次？我的第三个愿望是许给你的。我光汗。想到那个今年第一天就这么冷啊！考虑主持吗？考虑主持。他主持过了。台北电影。对啊。不好意思哦，我是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的主持人哦。我指的是像那个，我不会的，我只会主持你们两个而已啊。对啊，如果有一个节目是找我主持，其实我也没有排斥，但是要看什么性质。如果是我可以主持他们两个，负责他们两个。所以各位厂商没有听到了哦，就是非常欢迎找那个佳恩姐。这个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。好大，我喜欢大的，大的比较好看。喜欢看大。刚刚有人问说，所以爱吃甜的男生以后舔老婆，舔老婆，舔老婆，疼老婆，疼老婆，口误，口误，疼老婆。这边有一个问题，我觉得你可以接了，我可以当吃博宇的全糖甜心吗？可以啊。刚刚回台到现在，应该送出七八个汉堡的。我的那个储存空间，你们提供我的。光汉哥哥今天也穿了白色袜子，太可爱了。穿白色的啊？还是你看到的是他的？我也穿白色的。光汉平时也会喝全糖微冰吗？我平时吗？平时不太喝手摇。有人说不小心把保温瓶看成姐姐的裤子。一定要送你礼物，我觉得你太幽默了。真的蛮像的。对啊，我可以当柯仙的全糖甜心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但全糖很甜，半糖就好了。佳燕的头发怎么随便夹都这么好看？哪有人讲啊？有啦，随便夹都那么好看。哦，真的耶，谢谢。你这个人也变太快了吧。我刚刚以为你乱讲，说你看起来在成大耶，笑哦。好说好说，谢谢。但大多少次？这个角度光汉头好小。那你笑什么？这你才小。